赵露思黑色蝴蝶造型又美又酷。赵露思最近拍摄一组蝴蝶造型的照片引发热议，该组照片是在天台拍摄，赵露思身穿高定蝴蝶造型，身材超好，拍摄期间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。赵露思1998年1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身高161厘米。小时候的她好奇心非常强，总是追着父母问为什么，每当看到女儿这么活泼好学时，她的父母就打心底里高兴。与大多数家长一样，他们不期望女儿有多大的成就，只是希望她这一生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就好。在2016年11月时，她听从公司的安排，成为了火星情报局的嘉宾，也就是在这档节目上，她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，并且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她于2017年参演古装言情剧《凤求凰》进入演艺圈，之后相继主演了《我的皇帝陛下》《青狼传》《三千鸦杀传闻》中的程千千，我喜欢你，长歌行胡同等多部影视作品。此外，他还获得了第三届金孤独网络影视盛典年度网络潜力演员奖等奖项。2018年，他参演了《我的皇帝陛下》，与当红小花肖战饰演情侣。虽然他是非科班出身，但是他活灵活现的演技被大多数人认可。青春靓丽、坦率真诚的他引起了节目一哥汪涵的注意，久而久之，他经常在节目中提到赵露思，并亲切地称她为闺女。